天呢，在台南四百主题日，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开球的贵宾，也就是呢大家熟知的我们的雅兰姐来到了现场。那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的雅兰姐除了来到球场之外，当然也要来介绍一下啊，她这一次在华视与公视台语台所推出的歌仔戏职人剧，我们透过大荧幕一起来了解这部《勇气家庭》。红台天这严重，拢跳灯啊！各位家长。今仔演出吼，哎，取消了。我嘛是徛舞台，就算讲台下剩一个观众，咱敢毋是嘛爱照常演出？走啦！这两个狗屎囡仔讲哦，咱这团的钱收少，买别团演。我来做，敢袂伤过委屈？阮老师拢有教，干那小演员无小角色。本团是你做头手的，啊，即马另外一爿上要做小生嘛。敢会当给我机会？阮去报名参加歌戏观摩汇演比赛，评审通过啊！最佳男女主角，戏评审甲很厉害。一世人为你含泪花，一世人，敢那想要做你的含泪花，袂用演的。那是咱保利社大家出，咱用来参加比赛嘛，算是爸爸的心愿。我袂用演的，袂用演呐。妈！啊！来啦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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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月二日，礼拜日暗时十点，花西勇气家族。以后好气好志向，我要做什么？哥哥啊，哥啊哥！汪汪啊，汪啊汪！笑啊！啊，咱话戏本来就是要临机应变，那边其实爱两边演，啊戏稍微要小减一下。你咪直直跟我讲，做鱼爱定金，我不爱做了啦！笑啦！下头哪会不去找你？团主，阿芬阿公要出班，连刚卡来请人啦。秀芬啊，哦，在老主的面头前讲哦，甲咱保金社对待哦，一定真好看的。啊，即卖是要叫咱姊妹仔小平也得对啦。输人输阵啊，对无？对。输人输阵啊，跳舞啦，来比啊！输人输阵啊。四月二日，礼拜日暗时十点，花西勇气家族。好了，接下来就用大家的掌声来欢迎一生致力推广歌仔戏，而且是首位以戏剧男角入围获得金钟男主角的陈雅兰雅兰姐，掌声欢迎。球之前呢，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访问，邀请雅兰姐来到我们场中间。哇，大家好，我是嘉庆君陈雅兰。耶，在这个时刻呢，当然也要邀请雅兰姐来我们的正中间了。首先，先请收下我这一拜黄吉祥啊！你祝谁不？祝谁唔对哦？好，祝谁？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哎，对。好啦，那非常开心哦，邀请到是我们在地台南人的雅兰姐，而且呢，其实她最知名的《嘉庆君游台湾》也是在台南所拍摄的。对，那相信对台南这个古都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情谊。跟你，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对台南的情感，好不好？好。咱现场的观众朋友，什么人是台南人？举手者。哇，这么多台南人，吼、哦，安尼赞，拢有家己支持家己吼、哦。我自细汉呢，就伫个台南大汉。我小学读忠义国小，就在全台首学孔庙的旁边。然后呢，国中读忠孝国中，哦，搁得到杰出校友奖。哇，我感觉台湾人真温暖，台南人啦吼。以前呢，阮做歌戏拢有做着讲一户二路三艋舺，一户呢就是咱台南台湾府城，二路呢是鹿港，三艋舺就是艋舺。所以你甲看，咱台南排第一的是毋是真光荣？是。兰姐除了呢回到这个故乡之外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为我们开球。嘿、hey. ，对，那你刚才在赛前的练习有觉得很紧张吗？会啊，哎、欸，我很兴奋哎，我第一次踏上这个球场哎，哦，而且哇，跟这么可爱的吉祥物，我感觉吼，我给你一点大发了。
啊，是是是，一定大发嘞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听说你投的不错，我们期待你待会的表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好，那相信大家刚才透过这个大荧幕已经看到了你全新推出的作品《家族》，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那这部你这个呕心沥血的戏剧呢？好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4月21号呢，就在公视的台语台晚上8点，还有晚上10点的华视主频，就是要播恁都正看的迄出《勇气家族》，这是台湾首部的歌仔戏职人剧。大家知影讲哦，我一生拢为着歌戏，哦为着咱正港在地的这个文化啊，伫咧努力啊，所以我推出的戏剧嘛是甲歌戏有关系。啊，即阵呢，除了讲咧讲歌戏，其实嘛是代表讲咱台湾人的精神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咱台湾每一个家庭，只要你有勇气，你绝对会当胜利。所以一定爱记得伫4月21号，每礼拜日暗时8点。公司台语台暗时10点，伫个华视收看咱的勇气家族。啊，那无吼，亚兰亚兰，会晓唱啊？啊，无搁一摆。起来，互我坐，亚一兰伊啊来，互我坐，亚兰亚兰。唱唔对啦，啊，唱叹真多，知无？ Yeah, 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亚兰姐的全新戏剧《勇气家族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开球仪式了。好，好，那倒哈，掉掉掉。来，接下来呢，要来欢迎到我们的开球鼓手，就是我们的小师尹博怀，掌声欢迎。好了，那在这个时刻呢，请亚兰姐找到你觉得可以丢出最棒球的位置之后呢，我就要来倒数了。太近了吧OK， 来，请问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要来倒数了，3、2、1，请开球。漂亮的好球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组开球嘉宾，我们先来进行合影，来邀请我们的尹博怀以及杨安杰一起来进行合照。好了，那呢，这个传统戏剧歌仔戏哦，一直都是我们台湾的骄傲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《勇气家族》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再一次来看正前方的摄影师，一起来合照一下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掌声来送给我们的开球嘉宾，谢谢杨安姐。好的，那接下来要来欢迎第二组的开球嘉宾，也就是我们2024年的准副总统，热情掌声来。